每日灵修清净主，活在基督里。主后，2019年4月22日。主耶稣啊，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。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，渴慕的心与你相交。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，感谢主每天扶持我，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，信实的主，圣洁公义的主，大而可畏的主。我要敬畏你，听从你，尊你的名为圣。我把我的重担忧虑卸给主，求主断开一切仇敌及环境的压制，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恼我情欲的压制，赦免我被盗的罪。求主耶稣用今天圣经的话光照我，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，赐给我永生的生命。我要存爱主的心来跟随主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诗篇第56篇1到9节。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人要把我吞了，终日攻击欺压我。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，阴沉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，我倚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我倚靠神必不惧怕，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，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。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，等候要害我的命。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？神啊，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。我几次流离，你都记述。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？我呼求的日子，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。神帮助我，这是我所知道的。主耶稣，我倚靠神，必不惧怕。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主耶稣啊，人岂能因罪孽逃脱吗？求你救我脱离罪，带领我进入基督里的得胜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救主耶稣在十字架舍命，流出宝血将我罪洗净。若不流血，罪再还不清，荣耀归主你。箴言第20章13节：不要贪睡，免致贫穷；眼要睁开，你就吃饱。不要贪睡，免致贫穷；眼要睁开，你就吃饱。主耶稣啊，我要醒过来，我的眼睛要睁开，勤读圣经，我就吃饱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荣耀归主名。
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五节，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，因为这样的人多，他们也跟随耶稣。主耶稣，我看见有好多人听见你的道，就悔改来跟从你，到利未的家里与主一同坐席。主耶稣啊，我感谢你也呼召我从罪人中悔改来跟随你。主耶稣啊，求你使我能与主一同坐席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。